早来了。请问二位喝点什么？看这位老先生想喝点。随便。洞顶乌龙。嗯，好的。谢谢。既然来了，干嘛急着走啊？先生，我又不认识您，干嘛抓着我？我这把岁数，可经不起你这样子。你的手保养得不错。来了，就坐那聊聊吧。说过，你认错人了，你干嘛老缠着我？你这点小把戏，骗骗别人还行。说吧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，你不用管。总之，郭林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。你想想，我能把他的罪证交给你？何以见得我就是郭林的朋友？这个你心里清楚，不用我解释。这么说，你确实有我们要的东西？有，确实有。如果你们想要的话，我现在就能给。手机关了。这个地方除了我和我哥，没有第三个人来过。顾总，谢谢你对我这么信任，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带我来。因为你不是外人，我希望你能了解南华厂，也希望你能了解我。我怎么了解你啊？这就是我带你来这儿的原因。这里就是我的一部分，你可以随便看看。这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从班级里偷出来的一块黑板。那个是我还算年轻的时候，那里面有我的大学同学，也有我的家人。这些是我心爱的东西，有了他们，我才觉得我的生命有一些意义。
郭总，你这幅华容道旗好特别啊，上面怎么有那么多人的照片啊？那些照片上的人大部分都是我的对手。我喜欢设身处地的玩华容道游戏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走进自己的华容道，走进去你就会发现，在这里面没有什么是非对错，没有正邪善恶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你要走出来。一旦走出来，你才会有希望，才会生机勃勃。别动。这个是毒药。这是我研制的。也许有一天它会用在特殊行业，但现在它是非常危险的毒药，人一旦闻到吸入肺里，就会咳血，四肢麻痹，甚至失去意志。但它不会马上就发作，而是循序渐进的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一切吗？因为我想让你了解我。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渴望一个人来了解我了。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？那天晚上在车里，你让我唱歌。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吗？我想告诉你，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。顾总，今天时间已经挺晚的了，你早点回家休息吧，我们改天再聊好不好？好，我先走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廖主任，郭总在里面呢。佟小姐，HRD 项目明天就要启动了，南华在高新区就可以拿到一块大的地皮。今天晚上南华各部门的负责人都安排住在南华宾馆，明天早晨一起出发。这么晚了，我看你也就别回去了。
回来了。事情办的怎么样？还说了呢。啊、哦！就是你们贾局长把事情给搞砸了。贾局长？对啊，我按照你说的，给黄明祥打电话，约他在茶座见面，结果呢，来的是你们的贾局长。哎，我怀疑啊，我怀疑他是郭林的人。那 U 盘呢？还在我这儿。给我。我倒要看看这个华容道游戏里边到底有什么秘密。你怎么能让他到这儿来呢？你凭什么这么相信他？你就不怕他万一……郭林啊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游戏至于吗？我感觉这里边肯定有问题。这是哪一局？近在咫尺。你走出来了没？试试看吧。去哪儿啊？廖主任，我刚才不小心把床单弄湿了，准备让服务员给我换一下呢。好，那你就住这间。廖主任，您想的可真周到，谢谢。Thank you.
人，您看，我想洗个澡，您是不是？哦，那抱歉了。童飞啊，嗯，那一会儿洗完以后就在屋里看会儿电视吧，外面凉，小心感冒。好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，您就放心吧。嗯，好。晚安。建平，说不定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游戏呢。我感觉肯定不会。哎，平姐，你想想看，郭林能把他跟那么多的钱，还有剧毒的药品一块放到保险柜里，一定有特殊的意义。还有，郭林这么费尽心思的想除掉雄伟。我感觉这跟雄伟偷了这个 U 盘有关。雄伟一死，郭林就没什么后顾之忧了。郭林到底在里边藏了什么呢？建平，管他把什么藏到里边了，你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呀，就是赶紧吃饭。哎呦，你这一提醒啊，我还真有点饿了。好，吃饭。这么急着要见我，有什么新情况？我真的不想在郭林身边继续待下去了。怎么了？出了什么事儿？我该做的我也已经都做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啊？反正我就是来告诉你，我一定要离开南华。童飞，你应该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，它不是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那么容易的事儿。我都知道。可我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到底怎么了？哎呀，我也不说不清楚，就是觉得郭林他哪怪怪的。你看啊，明天南华就能拿到市政府发给他们无偿使用土地的批文了。可就是在今天，就在刚才，郭林他刚刚带我进了一个密室。我都到南华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从来都不知道郭林办公室他居然还有个密室。你暂时不要轻举妄动，我担心郭林会对你不利。哎呀，我也不是小孩了，我自己做事有分寸的，你就放心吧。啊，我先赶快走了，拜拜。见他妈鬼了！这是，这都第几把了？都50多把了。哎呀，这头都快炸了。会不会这个游戏有什么特定的要求？比如说规定时间什么的？郭总也喜欢玩黄道？非常喜欢。那您走出黄道大概多少步？如果是近在咫尺布局的话，最高可以走74。我明白了。你干嘛一惊一乍的，吓死我了。郭林他曾经说过，这个开局他74能走出来，也就是说，也就是说
如果少于74步，就能拿到里面的东西了。没错。那你现在多少步能走出来？95步。就算知道游戏规则，完不成也没用啊。柏林也算是机关算尽了，他的证据就摆在咱们眼前，可就是拿不到。近在咫尺，近在咫尺。龙飞啊，还没洗完啊？哎，我房间的纸没了，你这儿有吧？我进来了啊。我还没穿衣服呢。啊，哎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没事，卫生间里有纸，您自己拿吧。哎，好。嗯。说的这些，听明白了吗？这样一来，不是就打草惊蛇了吗？这不是打草惊蛇，这是投石问路。去。是。哎，非常感谢啊！来了一波警察，又送你办公室。童飞呢？不清楚，我也没有找到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对不起，我们总经理不在，你们不能进去。你这是妨碍公务。你们要是硬闯的话，出了什么问题，你们得负全责。怎么回事？啊，主任，他们要搜查。廖主任，这是搜查令。我们接到举报，有人在你们总经理室藏有炸弹，我们奉命搜查。不可能吧？绝不可能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贾局长打个电话。不用打了。打开我所有的门，配合警方工作。好，走。来，开始。间，这里外人根本进不去。可是万一，请进吧。
怎么样？郭总，没有发现爆炸物，我们也是奉命搜查，请郭总不要往心里去。那也没发现什么引起你们关注的东西吗？没有。没什么，非常感谢你们对南花厂的关心，以后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过来检查。谢谢。收队。飞，我提醒过你多少次，幸亏我提前做了准备，要不然。我走错了这一步。很危险吗？不用你管。我告诉你，你中的毒是郭林下的。我早就该猜到，我早就该猜到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？啊？你到现在都不相信我。郭林的 HRD 项目现在市政府已经暂时停批了，他可能很快就会来找我们的。我们？郭林找我，我明白是为什么。他干嘛找你？你做什么？我有我的苦衷。我希望你能理解我过去做的很多事情。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步了，我还是把一切都告诉你吧。喂，贾局长吗？今天你们的人来我们郭总的办公室搜查，你知道这个事儿吗？不知道啊。怎么回事啊，夏局长？你们这么干不合适吧？我们南华在市里面好歹也是个有头有脸的大企业，这会对我们造成很不好的影响。哦，哎呀，这样吧，你代我向郭总道个歉。好，我一定把你的意思转达给郭总。啊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等他们回来，我好好的问一下。嗯。那就这样，好，再见，廖主任。我现在终于明白，这个贾志刚是哪条道上的了。郭林啊，我担心接下来还会有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。其实啊，我们早就开始怀疑郭林了。根据国际刑警组织提供的线索，蓝海市有人通过地下钱庄在日本洗钱，
郭林就是我们重点的怀疑对象，但是我们一直拿不到他的证据啊。南华制药的账务做的是滴水不漏，他们成立集团公司以后，其中不少子公司都是在挂羊头卖狗肉。我们考虑到这个厂子以及职工的利益，再者市委市政府对郭林的看法也不统一，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对他采取行动，否则的话会打草惊蛇，国家的财产会大量的流向国外。那起爆炸案就是他想得到保险金而设下的骗局，可是他没有留下任何证据。郭林是一个高智商的罪犯，反侦查手段又很强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别的办法寻找突破口。喂，哦，吴主任您好。什么？市里面对南华要延缓下发高新区那几块土地的无偿使用批文？HRT 项目怎么了？什么？可能还要重新审议？哎，吴主任，哎，好，好吧。不行，郭林，你得马上走，剩下的事情我来办，我马上去安排。我往哪儿走？我走哪儿去？事情都到了这个份上，你还等什么呀？你再不走，我真担心。我不走了。我现在不想走。担心什么？他们证据还不足吧？我让你给我找到那个雄伟，我要拿回我的 U 盘，我还要见那个童飞。今后发生什么事情，无论有多么危险，我都会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。建平，你都熬了一夜了，吃点东西吧。爷、yeah. ，嗯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还是没什么进展，最多走了25步。那谁呀、啊？是我，老贾。是贾局长。怎么办？你去开门。嗯。贾局长啊，萍姐啊，今天特意抽点时间来看看你啊，恢复的怎么样？啊，我恢复的很好，谢谢局长关心啊。不打算请我进去坐坐？哦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这是给你带的礼物。哎呀，局长你太客气了。应该的。啊，贾局长坐。好的，好的。来喝茶啊！谢谢谢谢。啊，我记得你不抽烟吧？哦，是，嗨，我抽着玩儿。这昨天晚上不是熬夜了吗？啊，所以就睡这儿了。
哦，你也喜欢玩华容道的游戏？啊，横刀立马能走多少步？也就一两百步吧。啊，萍姐啊，前一段时间局里出了不少的事，我们这些做领导的是有责任的。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就别再提了。这段时间呢，局里也很忙，我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来看你，不会怪罪我这个当局长的吧？贾局长，看你说的哪儿的话，怎么会呢？我现在一个人啊，也挺自在的，没事上上网，逛逛街什么的，挺好。嗯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好好休息休息，但是也不能怠慢了，毕竟工作是第一位的嘛。哦，贾局长，你放心，过两天呀，我一定到局里向你报到。啊啊啊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报道不着急，你好好休息。你看，我说着说着又说到工作上了，好像是我逼着你回局里上班一样。那你就好好休息吧。您不在这待会儿了？待会儿？好啊，待会儿。哎呀，你这个房子装修了以后，我这是第一次来。那我就参观参观，啊！装修房子啊，我可是内行啊。这是厨房。哦，嗯，好。这个是洗手间。啊。哎，贾局长。啊。这一定是书房。书房啊，没错。哎呦，这很有情调嘛。啊，这是喝茶的地方，自己做的一个小榻。哦，嗯，温馨。嗯，哎呀，这个实木的呀，这个好啊！你看看，这是金鸡报晓，仙鹤指路。啊，这个房子是啊，这是我的卧室。哦，卧室好，卧室是最能反映主人品味的地方。我看看，哎，我都没有收拾，特别乱。不乱就不像个家嘛。哎，这是一个储藏间，里面都放了些杂物，没什么可看的，真没什么可看的。那就不看了。啊！哎呦，我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没事没事，我来帮你收拾一下。我来。啊，那快找个东西把它装一下。不错，真不错。嗯，贾局长，局里最近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？我也就是建平的事儿。不过，从个人感情的角度上来讲，我相信建平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。但是，他太冲动了，凡事讲究一个度。再有就是郭林的案子，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，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想办法拿到郭林犯罪的最直接的证据，这样才可以把他绳之以法。刘建平最近见了吗？萍姐，你一定要保重。好了，我走了。不愧是警院毕业的高材生，很有品味。Thank you.
熊伟，你在哪儿呢？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，你干嘛呢？哦，我在家里煮咖啡呢。当然没问题了。好，那我等着你。好，拜拜。哎，你自己多注意安全啊。啊。